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蜜蜂的简笔画。首先画一个圆形作为蜜蜂的头部，接着画出两只小眼睛和嘴巴，注意要留白哦。第二步，画出蜜蜂的触须和身体。身体像这样，黑白错落地画出来。接着画出刺尖，最后左右各画出一只翅膀。蜜蜂的简笔画就画好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